贊成嗰間科學館嘅，科學館都落成咗30多年啦。咁我覺得咧就冇乜新意啦。如果改建咗科學館，我覺得個地點可以更大咧，或者可以更新一啲新嘅展覽，令市民有新嘅體會或者體驗咯。其實我係唔贊成改建科學館嘅，因為我覺得科學館都有佢自己嘅特色啦，都算比較懷舊嘅地方，所以我覺得唔好重建啦，等佢留喺度發揮佢自己嘅特色啦。有一啲旅客咁，佢哋通常都會喺羅湖、落馬洲嗰邊嚟啦，佢哋就要有好耐嘅車程，咁就要先可以去到科學館。如果我哋將個科學館咧改成為一啲國家嘅成就展覽館嘅話咧，我哋其實中國咧都榮獲咗好多嘅成就啦，咁樣都可以俾外地睇到我哋榮獲咗嘅一啲獎。